人人都會老嘅，你會老，我又會老。不經不覺咧，每一個人都會成長，而每一秒都翻唔到轉頭。有人同我講過，人嘅黃金年紀就係30至40歲，因為出咗嚟做嘢10年啦，有啲經驗累積。我都答唔到你係唔係，因為我都經歷緊。遲啲話你知，我約咗個嘉賓喺嗰邊。今日係喺呢度啊？誒、欸？唔係話我落嚟咩？我話想嚟試肥啊嘛。哦，咁你落嚟定我上翻嚟啊？唔係啊，你唔好再上嚟啦。好特別嘅商業方式啊！今日我哋嘅嘉賓，得啦，睇唔到個樣，太暗喺度。我是有一次跑步的時候很意外地發現到這個地方、啊、我又很喜歡海的、啊、我覺得在海邊其實我會覺得很舒服，給我一種很寧靜感覺的地方、啊、我很多時都是我收了工，有時就算可能拍完東西、去到凌晨兩三點的時候，我都會想走一陣先回家、啊、送給你不用了，多謝送給你不要啊，多謝多謝多謝。係啊，多謝。我冇要求，我唔使加人工，乜都唔使，多謝曬。好多我估好多同我哋嘅觀眾一模一樣咧，一模一樣都係睇嗰一個，所以認識你。發生大發現啊！冇錯啊！我想講咧，我尋日去食壽司。我巴卡西咧，嗰個師傅咧，佢即係我一開門，跟住我認得你嘅時候，佢就係同我講話睇開心大發現。係啊，真係啊！靚妹，我又覺得可能係由我未入行之前都已經有人咁樣嗌嘅啦。咁、因為可能即係我好細個就已經出嚟社會打滾啦。咁身邊個個都大過我嘅時候，通常佢都會嗌靚妹。不經不覺，我哋睇 research 話，原來入行非常廿年啦，係嘛？廿年啦，咁咧，我細個入行，即係我好細個入行。係啊，嗰段時間咧就係香港電台就有啲青春劇，就係 Y2K 咁樣嗰陣時。係。咁嗰陣時就招募演員咯。係。咁我就即係諗住試下咁。咁而同步咧，亞視有招募演員，咁就有個比賽。咁其實嗰個比賽雖然個名改得有啲水，但係觀眾一定要清楚知道咧，特別係可能係你年輕啲咧，亞視當年咧唔係大家認識好後期嘅亞視嘅，嗰時亞視都仲係。有一爭啊，有一鬥啊！嗰陣時係我和殭屍有個約會，嗰時越追我嗰時有個約會嘅，嗰、那個唔係係真係全盛時期嘅萬綺文，係真係好索好索好索㗎，大家可以睇下。係嗰陣時我19、20歲到啦，咁我就簽嗰個合約，就即係真係一世。因為我真的會再讀書，即係嗰陣時很美好地諗住有機會再進修啦。但其實而家都冇再讀過。就你真的簽咗份約，然之後你就真的入了，真的正式成為一個藝人咯。就係嗰刻，但都是我自己決定，冇質疑過自己適唔適合做呢行嗰啲。其實我就真的冇，因為我就可能比較好彩就。即都是工作接工作。都會有不開心的，但是就會去想方法咯，我會覺得。即我經常都會覺得你揀了那條路，其實你就應該要在自己的能力做得到的東西上面做得更多，或者去再堅持多一點。有一份不服輸不放棄的精神咯。呢、這個感覺，我雖然認識咗你，係都短好少嘅時間，但我有啲咁嘅感覺。你應該係 tough 嘅 ，tough 啊！同埋你係應該都係硬頸派啲。係啊，感覺到係咁，佢都想入鏡。係，我知你咗啊，你。Hello。因為佢知道呢一個節目係有唔少人睇啦，所以佢都想成為一個。介紹翻。係。What's his name？ Rainbow。Rainbow。我呢個女仔。而家同即係以前出嚟嗰個方法好似唔同咗。即係而家係真係要主動啲，所以其實我都好佩服佢哋嗰個
精力咯。係啊，因為其實你真係所有嘢都一腳踢，即係無論係拍啊、被拍啊、主持啦、啊、揸機可能有啲自己揸埋啊、剪啊，跟住可能滾拍啊、聯絡啊，即係變咗其實係所有嘢都要一腳踢。其實我覺得很多人咧都會成日諗啊，如果我當初不是咁樣揀，或者如果我當初 take 咗嗰個 chance， 但我覺得其實你是永遠都不會知道你冇揀嘅嘢最後會變成點樣，而更即唔係代表你揀咗而家呢樣你做得不好，就代表你揀另外一樣就會做得好，唔係咁樣嘅。你可以兩樣都做得不好。係啊，係係。但係個問題係，當你揀咗呢一樣嘢嘅時候，喺你揀嘅嗰刻，你係開心的。係呢個好。喺你選擇嗰刻，你揀咗一樣你自己想要嘅嘢。所以我成日都會覺得，當你選擇嘅時候，唔好抱住一個心態係我係為咗邊個邊個去揀呢樣嘢。嗯。即係呢樣嘢就係唯一一樣你一定會後悔嘅嘢咯，我會覺得。當以後你失敗，都會用呢樣嘢嚟到做藉口。冇辦法㗎，咁人都係有唔同嘅階段㗎。咁我嗰陣時都做唔到，而家做到嘅啫。係。即係可能係咯。即係可惜就係、是，可惜就係可能咩咯？即係成日咧啲人揾演員啊嗰啲都會話啊、哦，我想嘅年齡大概20至25歲啊，即係咁樣嗰啲咯。即係佢寫嗰啲嘢，即係所有嘅角色都係20至25歲。咁就冇辦法咯。可能我有啲生不逢時啦。咁準備即係我要遲10年出世，可能會好啲。紅嘅機會會唔多咗嗎？都會嘅，因為你係可以自己令自己紅，但係亦都可以話係好難咯。因為其實我又覺得個競爭又好大，同埋我覺得會其實都真係好大壓力，因為我見到個個都好似要追住啲 view 數啊、followers 啊，我覺得其實呢樣嘢都幾大壓力。實在不安感啊！冇得傾嘅喎，你就努力啲揾嘢做。呢個就係佢咯。每一次你都要做好啲咯。呢、这個就是他咯，佢哇冇得傾嘅喎，都硬著頭皮去啦。佢個狀態就係咁，我成日都覺得咧，即係我哋唔係要去吟詩作對啊，大佬，我哋唔係李白啊。你意思係開心就開心咗佢，唔開心就唔開心咗佢，但係唔好咁積聚嘅情緒做啦。有啲咩就係啊，即係有啲人好少少嘅唔開心，佢就會將佢整到好大啊，或者諗多好多嘢出嚟啊嘛。其實呢兩年就少啲嘅，咁睇新聞都唔開心啦。係啦，因為嗰件事就已經係我睇新聞嘅時候，其實就已經係好唔開心。嗰段時間，即係你話如果係真係，即係最唔開心，即係近年最唔開心就係嗰段時間咯。咁但係我相信其實大家都會咁樣嘅。咁但係我就會不斷去同自己講點樣，我哋都即係除咗鼓勵自己之外咧，都想鼓勵其他人。我哋點樣都一定要打起精神，即係唔可以覺得要去認輸或者要去沉溺。即係可能你到我呢年紀，我爭你幾年啫喎。唔係，即係你就會知道人生係唔會永遠都順境嘅時候，你就會面對所有嘅逆境，你就會知道好正常啫。你會有嗰種感覺咯，你明唔明？即係你就會開始。覺得人生正常人的人生都會有 up and down 的啦，那你就不會只是覺得、啊、我現在很低就永遠都低下去，我告訴你低到盡頭就會有轉機的。即如果你覺得我現在哇為什麼我日日都這麼黑，我黑到這樣、欸、你覺得自己很黑的時候呢絕處逢生了 就轉機了。如果你覺得為什麼我一日比日黑，那我就告訴你你真的低處未算低，你現在都不是最慘，那你又覺得不可以死了，現在都不是最差的。我覺得今天的所有的弊是完全不需要我說的，因為他說了那些自己弊。自己弊是自己弊。好啊。我要騙他。有些事是。有些事是。太慢了，太慢了。哦，差點了。走得挺快。
行得幾快？我拍咗個 shot 啊，係有啲即係有幾何結構咁樣，見到你哋喺個交叉點度行落去。人死咗喺我個世界入邊，就會覺得係熄燈，係熄咗就唔會再開翻。咁橫掂係人都會死，支燈一定會熄。咁我哋存在喺呢個地球上面係為咗啲咩呢？人生嘅意義就係為咗我哋要對得住自己嘅人格，喺屬於自己嘅地方緊緊咁掌握住自己嘅信念。我成日都認為做啱嘅嘢係緊要過做一樣嘢令到佢啱嘅。呢一集亦都係夜遊節目嘅最後一集，或者用呢八個字作結啦：說了再見，定會再見。逢星期一至四7点睇片啦喂，未完噶，想支持我哋嘅朋友，快啲嚟 I'm U Buy 买嘢啦！我哋已经完善咗我哋嘅送货制度，满满600蚊免运费送到你屋企，3点前落单，第一送到你屋企。咩话？快啲嚟 I'm U Buy 买嘢啦！